右转摇转步。OK， 我们先做一遍示范。好，首先我们的方向要对着我们的脚，然后呢，那我们在开始位，对吧？好，我们慢慢跳，同学们听好节奏 ，slow， 亏亏 ，slow， 亏亏 ，slow， 亏亏 ，slow。好的，我们看一下吕布 ，slow， 亏亏 ，slow， 亏亏 ，slow， 亏亏 ，slow。OK。那老师做起来呢就比较平淡，没有跟大家用什么甩头闪失爆发，我们先清楚的先看一下步伐和动作啊，我们再来一遍吕布。OK， 开始位 ,slow, 亏亏 ,slow, 啊到了一个右箭步，然后摇转步，亏亏 ,slow, 再接连接步，张老师准备。啊，蓝步，预备走 ，slow， 亏亏 slow， 亏亏 slow， 亏亏 slow， 哎呀，你把我会喊，气都快喊没了，你好好跳，再来一遍，预备走 ，slow， 再来，我很讨厌啊，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粉丝朋友跟张老师是一样的。这个架势摆在这里之后，一走的时候还可以往回收一步，那你们摆在这儿只有一件事情，就不要搞那些一拉一收一搓的那种，你再来一遍，哪来那么多范儿啊，就是这样，预备走，非常帅啊，你搞那些有用没用的干嘛呢，你再来一遍啊，走 slow啊，亏亏 slow， 亏亏 slow， 亏亏 slow， 啊，来吕布，走，走 ，slow， 亏亏 slow， 亏亏 slow， 亏亏 slow， 我错了。我错了 ，OK， 好，那我们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动作啊，就我们跳到这儿，不就可以从头开始了吗？同学们就可以再恢复到我们的A 线开始了，就是两条线的动作。那我们之后呢，我们等这一轮教完一期之后，再跟大家又继续编排第二个长线，好吧？我们到时候再讲两条线，就跟这个就截然不同了。好，我们先从男生开始教起啊。首先在开始位上面，大家记好节奏，第一步 slow， 慢的。啊，往着单脚重心去移动，不要卡在中间。我们再看一遍啊 ，slow，OK、okay。然后后面亏亏的时候是没办法到单脚的，那我们就半重心，啊，亏亏 ，slow，yes。然后呢，到这边之后是面对啊，不要侧对，面对女生，面对角落，亏亏 ，slow。在我做摇转步的时候，同学们看清楚，我的重心呢，那过渡到中间就还原了，就是中间到前，中间到前，中间到前，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它并不是这样啊，同学们看一下错误示范，到后面，到前面，到后面，到前面，就很多成年朋友们一定是这样跳的，看清楚，错误示范。就感觉两个人在摇，所以我想看到的画面是这样啊，前面 OK 能看到吗，中那是控制住的，那我的脚跟是不落地的，我只是前脚在操作，中间，那同学们我才往这个方向跳一遍啊，好的，预备 slow， 亏亏 slow， 到中心了，然后它是半重心与全重心的一个转换。为什么叫摇转步呢？像这种摇的感觉它是可以变换向的。那我怎么对换方向的，那个同学们对吧，好，来张老师拿手机，石老师过来。
就这些动作一定要学的，同学们，你不要觉得这个动作，先不要管它的观赏性好不好，为什么要学？因为摇转步是很多动作的前身，就是它的雏形。雏形啊，我们再有机会跟大家也讲，我们就先不扯那么远。但是初学者的朋友呢，如果学会了一个摇转步，至少可以很绅士的礼让人，你看有人，对吧？你们只会说，哎呦，老师他们怎么这么很灵活，会变方向，我怎么不会？练少了学少了呀。这个动作比如说我现在要跟石老师，对吧，往前踏出去，有人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摇转就可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这很有意思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观赏性，哎呦，老师没有那种花里胡哨的那个动作看起来好看，那一定要练，同学们。OK， 我们再看一下 ，slow， 亏亏 slow， 亏亏 slow， 亏亏 slow， 那就还原到开始了，然后 slow slow， 亏亏 and slow 就可以了。来，石老师吕布。哎，非常好，走 slow， 亏亏 slow， 亏亏 slow， 亏亏 slow， 再来一遍，走 slow， 亏亏 slow， OK。 那首先比张老师肯定跳的要好看，这是百分百的，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就是跳着跳着就这儿和重心向前的这个欲望就很弱了。我先模仿你，你帮我看一下，我就一模一样，你觉得问题在哪啊？啊，让一下，别挡着镜头。那你是这样 slow 啊，问题在哪里？是不是欲望没了？好，嘘，我不说不说不说，走 slow，亏亏 slow， 亏亏 slow， 亏亏 slow， 强一点点啊，强一点点，其实不错啊。就是你看女生啊，往左侧方向移动的时候，不是要摆，而是要引导。这是我们在华尔兹当中就提到过的，都是这样。因为左侧的空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因为你要往左边移动的时候，往右边的时候要谨慎，要跟随。但是往左边，我的地盘，对吧？你说哪些动作是需要有这方面引导的？像 follow away 就是一个典型的动作，对不对？那并推左轴转 follow away 的时候，是不是我的空间我就要引导？对，但是做右转系列的动作，我尽可能就是跟随为主。但是我们的身体往哪边走？你看我的头，对吧，我的方向往左边这边在引导的时候，只要存在这样的动作，我就要积极一点，不可以等。因为这边的动作男生是带不了你的，你过来。那作为我们男士，你看我现在做右转摇转步，我理论上就是打酱油的。你看啊 slow， 亏亏 slow， 你看到吗，同学们？好的，因为只是他做的，就是石老师做的呢，相对来说那个问题出来了，但是还算好带的。但是很多成年人是完全是不发力，他还是发力，他只是样子做的差了一点，我跟他讲过就好了。但是很多成年人是什么样？好，你不发力不发力，你看很多人就是搬过来的，不是这里发力 slow， 好，不发力，嘿，就把它嘿就把它搬过来。那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了，同学们。所以你们看我男士，来再看一遍，我把手背在放在口袋里去，我把手现在放在口袋里 slow， 亏亏 slow， 亏亏 slow， 亏亏 slow。 所以我这边要跟女生特别强调，就像这样的动作，那往左边方向走，任何动作往后退往前进，女生在移动的当中一定要再主动主导一点，来准备积极性一点啊，不是什么活都是男生干啊。预备走 slow， 亏亏 slow 啊，我知道你不是，这不是偶然，这是必然，告诉你问题原因在哪里。 slow， 亏亏
slow， 你要把左侧关回来。对了，你是这样子，他你怎么可能站得稳呢？啊，预备，走 ，slow， quick slow， 是不是滑？你问你是不是滑？是滑，再来一遍。啊，准备，走 ，slow， quick slow， 走 ，quick slow， quick slow， 搞定，好不好？来，去拿手机。那交给我们的张老师了，张少啊，不能叫张老师，叫张少啊，张公子，蘑菇头，来准备，走 ，slow， quick slow， 再来一遍啊！所以我叫着叫着就不想叫了，因为你到的时候你没有感觉，给我的感觉是把重心放到，就感觉在动。你看 slow 啊，亏亏到，干干净净的，再来一遍，站好，别给我七拐八绕的啊，亏亏到，往左看，盒子摆好，OK， 非常帅，回去就跳到这个位置。有包裹，有人来拿快递，我帮他们拿一下，你先。谁呀？我俩很好位置。来，预备，走 ，slow， 亏亏 slow。对了，你老是撇着呢，再来一遍。头把头啊，框架啊，脚的方向把它调整好了，走 ，slow， 亏亏 slow。对了，对了，走，亏亏 slow， 亏亏 slow。好的，再把这个摇转步来一遍，摇转步做的还差点意思啊，我们继续。好，欢迎各位粉丝们，然后那个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一下，来预备走，摇转步。我来直接背过去。啊？我来直接背过去。可以做啊，再来，走 ，quick slow， 不要动啊，不要动。我通过这个屏幕，我都看到你的骨头。往外渗是什么个情况啊？这是什么个情况？哦，你过来，你拿手机。我要是女伴啊，我真的，你知道洗衣板不？搓衣板。你说我现在在搓衣板上跳舞是多难受的事儿。你瘦一点点啊，我知道你瘦了一点，但这绝对不是借口，因为有很多选手是比你要还要瘦的。你始终要想着背拉长，背拉长，就是这样。那个嘚瑟的劲儿，那个嘚瑟的样啊，蹦蹦。你把前面拉那么长干嘛呢？哒哒，蹦，这样的感觉，这样的。再来一遍，不要让我看到你搓衣板。石老师跑过来。赶紧的，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啊，再磨叽看，拿手机，来，张老师准备，摄影师要专业啊，摄影师专业，来，我们再看看，男生啊，预备走 ，slow， 亏亏 slow， 走，亏亏 slow， 哎呀，这看着我就舒服多了呀。多累点，有点性感的，哎 ，good， OK， 对了，哎，对了，走，亏亏 slow， 非常好，
OK， 好的，我们男士女士结合一下。预备走 slow quick quick slow quick quick slow quick quick slow， 那你这个腿我是真的难受，不是呢，摇转不完了以后你倒重心 slow slow， 你看这个脚是要动的，你别 slow， 你还卡在这儿，我怎么走啊？准备Good, slow, quick, quick, slow, quick, quick, slow, quick, quick, slow. 大部分都还可以，但是你个摇转的这个幅度太大了。你是一面，你是一堵很稳重的墙。你让我开心一点，我感觉你比我还开心，你知道吗？就两个人，我一上去就空了，扑了个空。你看，那，你说你做吕布。走，哦，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好，来，你再来，走吕布，哎，我想的是把女儿放到位，放什么何为到位？那就不是摇转不累的。我刚刚讲课的时候，你在干嘛呢？我是不是说单脚重心到半重心，单脚重心到半重心，怎么是这么摇的呢？再来，带我吧，好，带我走，哎，难怪你是不是往后退还落根了的呀？你怎么偏后一点？搞些有的没的，预备，走 ，slow， quick quick slow， quick quick slow， quick quick slow， 可以。所以我能把你教出来，那证明还是真的得花点功夫。粉丝都学会了，你没学会。OK， 继续。那我再把吕布跟一下啊，走 ，slow。Quick, quick, slow. Quick, quick, slow. Quick, quick, slow. 女生看我做头的时候，来反结步，往上去一点点，不要往下。Oh, quick, quick, slow. OK， 再来一遍，跳吕布，走 slow. Quick, quick, slow.Quick, quick, slow. Quick, quick, slow. 走脚掌还是脚跟？跟。你刚刚走的是什么？没注意。没注意，非常好，准备。稍微注意一下啊。预备，走。Slow. Quick, quick, slow. Quick, quick, slow. Quick, quick, slow. 好的，放松啊。